昨天梦到我在练舞，一整个晚上都练不好，因为我在练这个动作，一直练不好。我在梦中我的肢体是不动的，我怎么弄都是动不了。因为我脑海里我的身体一直在动这样。脆啊！好脆，脆滑。先准备好，万一要吐，万一，看导演的意思嘛。声音在对配，对搭配，他们在这边很奇怪，这是很尴尬的，因为我在里面，我感受得到，所以一定要让 string 出来。你今天去吃蛋挞被发现吗？我买蛋挞买给你们，谢谢。在房间，还要我拿给你是吧？不是啊，你知道那边有多少人吗？我启动我的暗黑模式，没有人认出来。我走在那个人挤人之间，这样走路，哎，这样你拍下来就知道了，以后就认这个人，这样走路就是我了。我要换一个走路方式，以后我就这样走路。你总会突然看
最佳港台男歌手林俊杰。是尽心尽力，因为我觉得颁奖礼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场合，有很多其他歌手来自各个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然后作为自己在华人音乐圈打拼20年，我要呈现一个有点像是一路走来的一个回顾也好，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近况的呈现这样子。然后因为今年也刚发片，20周年的新专辑，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新歌的元素也带进来，首唱了两首新歌吧，一首是《无拘》，也是我可以算近期的单曲，然后再来就是新专辑的《逆光白》。我为了这次表演也特别安排了新的舞蹈，而且我们没有什么时间排练，就到了澳门之后我才开始学这个舞蹈，所以其实压力是相当大的。我每次都很重视我的舞蹈，都希望我说我在唱的时候还是可以有一些舞蹈的搭配跟配合，那短短的时间内尽量把这个表演把它丰富化，把它想成一个类演唱会的开场，
跟 ending 浓缩版的演唱会的感觉。毕竟我马上就要继续我的内地巡演了，所以期待一下，对啊，激起大家的这个对演唱会的这个渴望，因为真的很久不见。然后当然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舞台，也可以让对华人音乐不是太熟悉的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华人音乐的魅力。